如果我告诉你，关于《黑豹2》中的纳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几乎被所有人都忽略了，你知道是什么吗？这个细节非常有趣。在瓦干达的战斗中，我们可以看到纳摩在空中自由地犹如鹰隼，就如同他在深海中一般。仔细看这里，他的手臂似乎在挥舞着什么。那么重点来了，纳摩的这个举动其实是因为即使是在空中，他还是习惯性的像在海洋中那样挥舞着手臂，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天空和海洋从可移动的方向来看其实并没有区别，所以在天空中纳摩的身体运动就如同在海洋里一样自在，因此这种看似习惯性的挥舞手臂不仅不显得突兀，甚至仅凭这一个微小的细节就可以看得出导演和团队是真的很用心思考过如何才能将纳摩的一举一动精准地呈现在荧幕上。当然也并不是天空中的每一幕纳摩都会挥舞手臂，导演想表达的应该只是一种习惯，在纳摩看来自己并不是飞在天空中，而是游在天空中。 I was a mutant. I could swim in the sky an age slower.